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陈颖老师，很高兴有机会给大家介绍神奇的中国龙。在中国人心目中，龙是一个多重的形象。画面上的人们在做什么呢？他们正在龙王庙求雨呢。龙是与农业有关的水神，中国人认为龙既管理江河湖海的水，也负责下雨。在中国，龙为什么和水有关呢？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，对农民来说，雨水非常重要，决定了一年是不是会丰收。有学者认为，龙的形象起源于雨天的闪电，或者是大泽中的巨蟒，因此中国人把龙看作是水神。中国人的祖先注意到雨水的循环，所以神话中的龙是可以上天入地，变化无穷的。中国龙的图案也往往与云或波浪相结合，人们对呼风唤雨的龙充满了敬畏，在各地修建龙王庙，每年人们会举行众多的仪式来祭祀龙。例如，有很多地方春节会有舞龙的巡游表演，祈求该地一年的风调雨顺。现在人们已经把舞龙当成一种喜庆的民俗表演，龙也被视为吉祥的象征。这张剪纸的图案有什么意思？这张剪纸叫鱼跃龙门。传说啊，黄河中的鲤鱼每年春天会逆流而上，经过一个叫龙门的险要关口。如果鲤鱼能奋力越过龙门，便会变成龙。这个传说体现了中国人为梦想而努力奋斗的精神。可见，在中国文化中，龙是杰出能力的象征。中国人说望子成龙，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不起的人。中国皇帝穿的衣服上为什么有龙？龙也是帝王的象征。之所以会选择龙，是因为龙可以沟通天地，又神秘又强大，令人敬畏。这与皇帝希望打造的天子形象完全一致，因此龙逐渐成为帝王的象征。可是龙已经成为杰出人物的象征了，怎么才能凸显出帝王的至尊地位呢？汉代以后，开始强调一个真龙天子的概念，因此龙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威严。别的龙只能算是龙的旁支，被称为蟒、鷲等，只有皇帝才是真龙。因此皇帝的龙袍有很多细节，例如只有皇帝才能使用五爪金龙。中国人为什么称自己为龙的传人？中国龙的精神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。《易经》中的龙从深渊到苍天，一步步顺应天时，相机而变，这反映了中国人对自然与社会的深刻理解。龙腾飞向上，自强不息的精神，也被视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。龙矫健的身姿也成为了中华民族力与美的最佳代言。中国人用龙飞凤舞来形容最美的书法，用龙吟来为民情保健命名，用卧虎藏龙来形容顶级的高手，所以中国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。在中国人心目中，龙是与农业有关的水神，象征着风调雨顺和幸福吉祥。龙也是杰出能力的象征。古时候，帝王被称为真龙天子，龙有兼收并蓄、腾飞向上的寓意。现在中国人把龙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。今天我们了解了龙的象征意义，
下次课我们会一起聊聊中国人生活中的龙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练习。一，春节舞龙象征着什么？ A 吉祥， B 发财， C 长寿。答案是 A 吉祥。二，这张剪纸的主题是什么？ A 卧虎藏龙， B 望子成龙， C 鱼跃龙门。答案是 C 鱼跃龙门。三，象征皇帝的真龙有几个爪子？ A 四个， B 五个， C 六个。答案是 B 五个。四，下面哪一项说法是错误的？ A 龙是中国人的农业神， B 中国人是龙的传人， C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。答案是 A 龙是中国人的农业神。